蹑脚。合乎情理，出乎意料，这是文学所妙之处。宇宙既然有个边界，边界之外是什么？美是多种多样的，这些美之间还互相冲突。到底现实是真的，还是梦是真的？其实做脱口秀特别重要的是一种观察。五千年文明，四千年跨步，好，其实是最好的挫折教育，一定要用好这个方式。人眼还只能看特定的光，对，想的时候会思考我们到底是怎么理解审美的。每个人都有做演员的潜质，但是能不能做好演员？哲学说实话虽然是一个理性的学问，但是它也还是需要技巧。大家好，我是窦文涛，聊着聊着就到圆桌派第六季了。很多人读书啊，掉在里头出不来了，你读了还能脱得开，这就更了不起了。阅历和经历是两回事，这就随意啊，随意全对。天文观测实际上最美妙的东西就是发现未知的位置。天文其实培养的是那种从根上就质疑的一种态度。理论上讲，美这个定义我觉得是无法定义，它有时代性本身的局限性。美是多种多样的，有多种美，这些美之间还互相矛盾，互相冲突。到底现实是真的还是梦是真的？梦里的满足也是真满足啊。梦能让你看到自己，求同是本能，存异是修行。我们还是希望把更多的人让他去看到脱口秀，让大家觉得是同类人。讲了脱口秀以后，你在台上你会找到那种安全感、边界感。中国人考古原来是考据，是论证，大多数的时候都是默默的做事。要不畏惧，先要会刹车。爱是无条件，但怎么去爱是有方法的。其实是最好的挫折教育，一定要用好这个工具。就你得成功过，你才敢失败。当我们追究这个物质的层次的时候，它实际上物质层次自己它会给你截断在哪里。任何科学理论都有被庸俗化的可能。自古艺术家呢是工匠，我可以通过演技证明自己。做演员拼到最后拼的是文化，讲着他自己擅长的事情的时候，就你觉得他发光。真理他们认为不是用感官把握，是用思想把握。